Pressure 145。嘿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阿酸。哥布林牢笼这张新卡刚推出不久，大概一天的时间。那前一支影片是做一个攻略，那今天就来真的挑战把这张新卡牌拿下来。那哥布林牢笼我们就先直接进比赛吧，他要打15胜。那我有稍微做一个小小的统计，就是说拿大比卡在 IG 那边我发，就是大家觉得这张卡是废卡或是觉得还 OK， 结果大概比例就是 60% 的人觉得废卡，然后40% 的人觉得还不错这样子。拿个大皮锤好了，大皮锤的组合。我个人自己是觉得还算是赚费能力还蛮强的建筑单位，所以整体上来说我觉得还 OK 啦，倒也没有到非常强，但是我觉得评价的话我会给他还不错。好，我们就先对路先。会不会堆到？好，没有，没被堆到，还可以，盯住了。这样子。把房子吃掉了，全吃了。刚没有补小闪，还有旋风，但这个冰冻是对方给我的，所以要打出一个奇袭还是得抓一个好机会。小小麻烦，我要赶快再把下张牌过出来，不太容易。哇，好难守，完全空军，哼，惨。超级麻烦处理的。大敌被锁了，跟不上，这样就先放弃。但是他打口袋出来，是不是我们的机会呢？盯住，撞上去，好，抓住了。牢笼要出来，可以，小马还在互换着。盯住，好，要顶进去喽。看起来他这个地面单位，好，那赶快补张推荐哥，再一次，有了，带走。刚那个解王子有解成功，不然刚那波会比较危险一点，因为有留下崔健哥布林。来往下继续走，但因为小王力也过出来了，所以不过因为对方有火球，好，下一场，好热哦，今天那个刘海子黏住，好选火法，当然是打皮呀，龙宝。我生物质量比他高很多，但小单位哥布林这个可能会牵制到我的大皮卡，包起来。了解，大概是这样的组合。我先拉个牢笼。过一下，可以打皮。
马上。哦，有点难出力，这波龙宝得赶快帮忙解啊！但是他下位置没有很理想。达皮失去保护了，那库尔军团，那他很粉，这样我也有点小小麻烦，因为对方有库尔军团，又有哥布林军团。拿这里，这边出了不少伤害，超级高的生物质量，融化回来。球直接下，好，那好吃回来了，一道。啊，因为猪他有开到，所以倒也还。不用太担心，对方看起来比较难进攻了。我这边把火把弄起来，好，可以哦。好，我们剩下最后一场就可以顺利把牢笼拿下来，然后再测试一下卡数给各位。加油，25000金币，圣水采集器跟啊，我这里拿这个好了，好难抉择哦，超奇。黑王大神跟毒药，好，毒药，因为目前以牌面上来说，我觉得我牌会比较不想要对上毒药这样的伤害，因为超奇跟黑王都还扛得住，比较怕他一开就养水罐，我就不好处理。好，养房子。给我旋风。那他手上拿了什么呢？好，后排的魔法没有问题，可以处理。但是自己大闪会比较麻烦，所以对，抓个好时机。没掉了。射一句大闪伤害，但这个还蛮强的，就是我还得解，不解还真不行。以四费换四费来说，再养个小屋。
刚讲四费跟四费换下来的话，它那个残存价值感觉还有二到三费，因为那个打出来的伤害其实伤害量是很高的。来，先下来好了。平常什么都没做到。卡狂暴吗？那也太卡了吧！那直接先把一坦拿下来。那再等一下好了。这哥比小屋，哇，也是球啊！电龙加哥布林魔手，我估计他是踩不进来的。往前顶，这里没有什么悬念了，这个屋子再养一次。所以刚刚手上是气球，然后踩一气狂暴，所以。不晓得第四张是什么，就没得手，所以下了一个狂暴下来，就以为他梦想要放弃了。好，四五胜，我们就收下来。哇，还有一个，贴图。那这个牌组呢？哎呦，过来，这个看一下长什么样子。好，然后看他这样子升可以升到几去。牢笼，牢笼。只是他这种要跟什么牌组搭配比较好呢？嗯，个人看目前看起来，我觉得，我第一个联想到的会是因为它很容易赚费嘛，就是，以跟地面单位来比的话，四水赚五水、六水都是有可能的。但它辅助推进的能力又好像还好，所以这个残血的价值好像配上矿工会是一个选择。那。至于搭配什么天狗啊，或是巨人的话，我就觉得好像都还好，因为有真的要搭配的话，有一个更应该有更多更好的建筑单位来辅助。那没关系，到时候再来试看看吧，只到八级而已。那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、点赞、通小铃铛。那我们到时候再来介绍卡组给各位啦，拜拜。